害羞什么、啊？太近了，不会有人想要那个。吓到我。然后那个不是，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要，什么时候要。啊不！天哪！像那个头就拉不起来。对镜头说嗨，嗨。李千嬅。可以可以、啊。对镜头说干。干呐、啊，不能嗨，你不要乱嗨。浩哥，上面聊聊。什么上面两屌？对镜头说我没有鸡鸡，快点！我没有。干！豹哥没有鸡鸡。我有鸡鸡。豹哥小鸡鸡。豹哥小鸡鸡。吃大便，鸡鸡最大了。鸡鸡。怎样？上面两屌是什么？他一次有三个水龙头。哦干！他白痴哦，那个水量都弄出来是一样的哦。为什么这也可以装啊？当然可以啊。对镜头说：“我有大鸡鸡。”我有大鸡鸡。干你吃大便吧！你睁眼说屁话。哎、欸，我前面都湿了。他刚刚说什么大头？他刚说我大头。那张博明呢？不要碰张博明，浪费啊。没感他走了。张博明是会办的、啊，还是戏办的、啊？他找嘉景啊。讲。他找。